一点都不坤，欢迎我的嘉宾哲彤还有医师。好了，在去听我们的 podcast 之前呢，我先来玩一个游戏 ，OK？ 好，这个游戏呢就是看你们两位呢多认识本地艺人。张哲彤先形容，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，一共有十个名字哈，看看胡医师能够猜中几个。可以的，准备，真的可以的啊，来啊，开始。好，第一个他不是 Mediacorp 啊 ，Noon Talk， Noon Talk 一哥，徐冰，可以。第二个非常帅气的欧巴，演新加坡洋派的，医生不是省油演的，非常洋派的帅气的，不是啊，丁汉伟大哥 level 的。医生不是神，好，跳过。第三，最佳女配角有入围她，而且她年年都有入围。梅珍姐是啊、unbelievable， 什么东西、啊？我也是 unbelievable 啊 ，vegetable 哇哇。他不认识你哦，他不认识你哦，他不认识你哦。第五个931姐啊，早班93早班，黑总不是早班、啊、早班哈，我这样子会得罪人。早班只有两个人，早班只有两个人。玫瑰还有，那个陈怡，好，可以可以，有啊，直接的。玫瑰，然后讲陈林，那我都可以啊，都讲，哦、都行啊，对啊，都讲三分啦，陈林算他了，对不对？三分，我们来看看，三题而已吗？三题，对你三题耶，一分钟十题里面只答对三题，妹妹。The top， 你会不会玩的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好说。会尽力哈，你可以撒播他，不要紧，没关系。真的，接一贝贝，一分钟开始。最近有就是感情新闻的。感情新闻Wingo。是第二个，就是有入围那个主持人奖。经典，你有上过他的节目？李明顺，对，哇，这个是演过《失明的妈妈》，会有点太远。演过《失明妈》啊，美丽珍姐，对，最近有个网红，就是进了最受欢迎十大女艺人。CC， 对，哇，这样也行。然后有一个新加坡的演员去了中国拍戏，王冠毅。然后有一个歌手参加过 Superstar 的，参加过 Superstar， 绝对 Superstar， 天明耀，不是，演员吗？我想唱他的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知道你们相爱。何为健。对。然后去年有赢到有进入十大最受欢迎男艺人的那个九安大哥。时间到。哇，稳稳七道题。我觉得我形容很棒，可以，怎么觉得你？好了，不错了，两个人呢，这个默契相当的 OK， 普通而已啦哈。那到底在 podcast 当中他们又聊了什么呢？这次我们要聊一下呢，实习还有面试的一些小贴士，继续听 podcast， 一点都不亏。即刻上 Millicent 应用程序、Spotify、Apple Podcasts 或 Google Podcasts 收听完整版的《一点都不亏》。